嗨，大家好，我是边边。好，大家好，我是阿勋教练。今天要拍阿勋教练的赞助沙。藏龙有番茄。对，为什么是有番茄？因为他有一个老板就是在卖番茄的，所以这是有番茄。他是藏龙企业跟有番茄两个老板一起合作的。对，今天要说有关阿勋教练签约选手他的一些福利，跟他们签约选手一年当中需要做的事情。但在看这个之前呢，必须要说做这个签约选手这件事情，其实大多数都是赔钱的，就是他回馈的效益是蛮低的，但是他们给选手的福利真的还蛮好的，所以今天才想说要拍这一集，让大家知道说藏龙有番茄这个企业他们在赞助选手方面上是很用心的这样子。然后主要看就是他有签约金啊，可是签约金是要看你的比赛的赛事跟你的成绩来判断。然后他一年会发几件衣服，然后几件短裤这样。对，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件衣服，我就拿它来穿了，可以看到它有点大。这件衣服跟这一件是这一次他们去参加全团他们设计的衣服，然后他们在店内有买，网络上也有销售嘛，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跟他们买这个衣服，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我们就去比那个全国团体赛，就是这一次的赛事，他们就补助住宿这样。然后比较特别就是有番茄，他们真的是在做番茄，所以他们一年收成的时候就会寄番茄给我们每个选手这样。然后他们还有跟米兰设计的发廊接洽到，就免费让我们去做染头发或是剪头发。然后上一次跟阿勋教练去做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店内的服务真的蛮好，也很专业。推荐这个设计师给你们，他现在这个头发就是他染的，然后现在已经褪色了。之前他刚染完的颜色跟现在的颜色其实都还蛮好看的。另外还有位于台南市的大林寿司，老板提供选手用餐超级优惠价。再来就是主要我们选手需要配合的事情，一年要报几个小比赛，还有大型的比赛，你出去的单位都必须要挂藏龙有番茄，然后你下场的时候也要穿他们赞助的衣服这样。对，他们只需要在一年当中打几个小比赛，然后挂他的名字，他就可以获得以上的福利。其实我会觉得他们这方面是很照顾选手啦，是单纯想要推广羽球，然后热爱羽球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介绍他们给你。等一下会播放关于这次打全团的一些画面。那打全团之前，他们有队内赛的选拔，他们也总共有12个人看参加嘛，所以他们有分 A、B 队这样子。对对对。顺带一提，关于全国团体赛的比赛方式，总共有五个点，分别为单打、单打、双打、双打、单打，每个点皆为三战两胜，21分。赢得其中的三个点，该长团队即获得胜利。
也有赛前集训。对，这样。恭喜他们最后全团是得到全国第三嘛，就是 A 队第三 ，B 队得到第五，相当不错。接下播放全国团体锦标八强赛打球片段。最后3-2获得八强赛胜利，晋级四强。好了，我们今天关于藏龙有海水绳索的福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如果有想看我们更多影片的，欢迎订阅、分享。抱歉，他还在学说话。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下期再见喽，拜拜。拜拜。我在看你们打球的时候，你知道我都在等什么吗？我错，等你们擦汗，来擦一次给我看。